别急，接到包工头的要求啊，因为最近个别人在工地老是偷奸少，所以咱们食堂今天打饭按照大家平时的表现啊，这是工头刚刚送来的工分牌，工分超过60分的无限畅吃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不到60分的，哎，那就得看我的心情翻牌吧。来人，来翻翻，谁呢？第一个，来人，来人。呀还有一位，下一个肯定是六了。下一个，六啊！一看在工地就不好好干活，行吧？啊！下一位，剩咱俩了啊！好来。啊，来哥几个今天来的挺早啊，来让一让。排队干什么啊？你什么都叫插队，站！什么都没听，这是就是搜一下就过去了，这不像话。来，起开让一让。哦，是不像话。来，站着，没完了啊！我跟你讲哈，我呢可以微笑的给你个面子，但是我呢也可以反手给你站嘴巴。记住了，我的名字叫精神小勇，插队在这里不允许。往后站，别，叫你几个啊，走，快点。今天没我，你们要怎么知道吗？我跟你们几个姓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要是吃不上饭，我叫你爹，我叫你爷爷，滚，站，滚，走，大帽子。来，哥几个，往这儿看。这不是。今天不吃饭了是吧？装个女儿。来，那个爹。爹。爷爷来。别打饭了。快给我接上来。来。不用排队了，我排。刚才谁推我一下子？就他。来打饭。下一个，是不是你薅我帽子？薅帽子是这个。就这个。下一个。像话，你俩呀？我俩父子。那咱们爷孙三得好好吃一顿啊！我一会儿真的喝好酒，咱们爷孙三喝点，那必须高级点，多吃点啊！没，看都饿瘦了。那我爷这身体算大事啊！爸爸，谢谢姐，哎呀，给你打得满满的。我说爹，好好吃啊！爹，咱们去看看我媳妇。他家族还扩张了呢。上课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今天咱们讲一讲《西游记》。
西游记里边唐僧师徒四人经历了981难才取得了真经，少一难都不行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学生时光，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。老师此言差矣。那李同学，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？容易秃，容易老，容易穷，还容易当生呢。秀才啊，今天咋这么开心还突然画画了？关你屁事。哦，你是帮那大衙妹画的吧？以后不允许你叫小美大衙妹，她可是你未来的嫂子。画好了，小美。哇，秀才，这是你画的画呀，画得好好呀。不会不会，简单画了一下下而已。我这边还有四幅画需要你帮忙画一下，不过我感觉四幅有点多呀，老师明天就要要了，我怕你来不及呀。不会不会，很简单的。四幅画明天我交给你。行，那就麻烦秀才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慢点慢点。时间有点赶。阿娇呀，要不你帮我画两幅画，小美明天就要要了。帮大雅妹画呀？没空，看片呢。这个月的伙食费我全包了。好的，都是趴过来。画好了。哇，秀才，你画的好快呀！就你上次给我画的那幅画，我还得奖了呢。小意思。谢谢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小美。浩然哥哥，你来了呀。画的怎么样啊？都画好了，你看。画的还不错呀。对呀对呀，咱们下次还叫秀才。我感觉这届的新生好像挺好用的。转身离开，分手说不出来，还要跟你相爱，只是一场意三角函数计算从落点到 P 城的最短距离。圆圆这位同学不错，学以致用。大家都能明白，用三角函数计算一下自己离 P 城最近的距离。来，大家做个跳跃，测试一下从机场到 P 城的最短距离。好嘞，老师，跳跳跳跳，一二三，跳。哎呀！
要去放